啊，我们的水草好茂盛啊！我最喜欢的是啥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有重大发现，它居然要开花了！你看看，这是芽，这是它的芽，看看，当当当当。好，我再来看看这个花。近距离的拍一拍给你看一眼，你看这一根，看看这一根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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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已经开始，看到了吗？你看这是花蕊，马上就要开花了，有三朵花蕊，你看到它开了花以后，我再拍拍，从来没见过花是咋样子的。好，让我们一块期待。